just to get them to listen and pay attention. Punch until my knuckles are bleeding, they made a dent. 投篮无加速，动四三不沾。先别两个动作，奋力解决。第一个动作深蹲投篮，球搓地时立马利用下肢的力量向上发力。第二个动作拍球投篮，利用球的弹性感受腿部之下向上发力的连贯性。防守紧逼就慌，你慌啊！首先不要慌，先背对防守往后撤，不求手跟防守产生对抗，顺势做一个转弯突破。来看一下，第二种，我们往后撤，防守没跟上来，直接并不出篮。来看一下，第三种，我们往后撤，直接做一个双变向突破。学篮球，关注我。